喜欢要大声一点啊，喜欢吗？喜欢哦，喜欢。为什么感觉有一个夜市叫卖声出来？好，我感受到你的喜欢了，可以吗？但是，对，今天他除了最近新专辑，我们待会来聊一下以外，也希望可以给大家现场很直接的听到他的吉他演奏、他的歌声、他的创作。好，那最近呢，当然他在电视上面也蛮红的，大家热烈讨论中。但是我非常的支持他。从以前呢，大家都叫他小清新。现在呢，当然小清新也是有他的魅力在的。OK， 好，所以呢，除了小清新之外，可以给大家更多音乐上面的可能。今天这一位坐这个角度还可以吧？可以哦，哈。幸好裙子很长。好的，那接下来我们要听谁唱歌呢？怎么那么含蓄啊？接下来我们要听谁唱歌？来一下尖叫声好吗？耶！
手了。我还是乐团时期的创作第一张专辑《真心话》的歌曲。有听过《真心话》的请举手，蛮少的，好，很好。那你们这一个就听到了，很棒。这首歌叫做《Sweet Sexy Lover》。我当初写的时候就是像这样，在一条干净的大街上面，然后有一个穿着红色长裙的女生。对，但我们的条件是低胸。今天没有，所以不是我。现场找一下 Sweet Sexy Lover 有没有穿低胸的红洋装女孩。对，就是当她走到你的旁边，你看着她，你就会这种感觉写下的歌。那时候想说，如果运气好的话，可能可以拿去什么内衣品牌当广告曲之类的，但不够红，没机会，可恶。好，这首歌叫 Sweet Sexy Lover。
天这个位置蛮多人坐的，大家拍照的时候要小心，不要只对焦我的鼻孔。这个位置很容易，好吗？如果真的拍到了，也不要 tag 我，我会生气气。好，最近大家有看《森林之王》吗？那你没有看到我吗？那觉得怎么样？帅吗？正吗？都破音了，谢谢，非常感动。那大家记得我在踢馆的时候唱哪一首歌吗？你们会唱吗？只有两个人会。狂热心的朋友们会吗？哎，非常冷漠啊。果然花比较少钱就比较冷漠一点。摇滚区的朋友们会唱吗？你们是糊弄我的吧？你们知道是什么歌吗？好，提示一下，这首歌叫做《难搞》。还要自己说出来，真的是太卑微了。好啦，如果你们不会唱没有关系，听一遍就会了，然后跟我一起唱好不好？可以吗，各位？那我们就来咯，一起摔一波好不好？
们有来，不然黄二熙的朋友们都不理我。这是什么歌？最近快要圣诞节了，对不对？其实今天这个天气蛮适合约会的，对，有另一半的请举手。出去。没有，我开玩笑的。看起来是单身的比较多啦，屁呀屁，好不好？赞吧。好了，没有，开玩笑的。因为我觉得这一代真的是，而且今天活动也很多，就是可以听音乐、看表演之外，还可以看看市集啊什么的，对，还可以做做捷运，还不错。捷运半日游。好，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甜蜜蜜的情歌，这首歌叫做《这样的你》，不管你有没有另外一半，就是唱给你喜欢的对象听吧。猫猫也可以，狗狗也可以，老鼠、妈妈、爸爸、弟弟妹妹、隔壁的朋友都可以。Yeah.
舒服。真的很避暑呢，一起唱一下歌，不要这样子嘛，变成原住民了呢。好，稍等来，我要来唱一首台语歌，我家己写的。这敢有会晓台语的人？听话的人请举手 ，Raise your hand。好，一半尔，嘛无足济。大家爱做伙练习台语，好无？我台语袂足认真，我会加油。这首歌叫做《歹势人》。又搁是一个同款的情，明知时间拢无咧。
接下来要唱中文歌了。我今天看到一个很惊人的新闻，大家知道我最近发行了，我两三个月前发行的新专辑，叫做《恋爱太危险》，知道的人就不要举手了，我不想知道。好，那如果你还不知道，你等一下就可以搜寻一下来听一下，很好听。但我要讲不是这件事，我看到一个很厉害的新闻，他说有一个22岁的日本女生，就是因为她男朋友把她锁在门外，然后开门之后她太生气了，她讲，你选，啊，男朋友就挂，真的，我真是吓死了。然后后来查了之后才知道，那个女生是个格斗选手，很惊人，对。因为我为什么要提到《恋爱太危险》这张专辑？因为我这张专辑都在写男生女生谈恋爱的故事，就是有关我们感觉到恋爱太危险的故事。对，恋爱真的很危险，一不小心就把人打死了，很恐怖。对对对。其实讲起来是蛮悲伤的，但看到的时候就哇靠，这是去哪里去的？然后下面就有朋友推我说，是不是有个漫画叫什么超人？一拳超人，砰，这样子很帅，想要去学格斗了。希望下次来出口音乐节的时候可以表演一下，找一个粉丝上来让我揍一下，开玩笑的。好，这首歌叫做《礼物》，在写远距离的恋爱。如果你的另一半或是你的身边的很好朋友、亲朋好友，距离你非常的遥远，我想这首歌可能可以陪伴你。转几圈，180天。
到这个晚上蛮适合约会的。今天是星期一，所以现在是星期六的。对，为什么只有他们知道呢？因为只有他们有听专辑而已，我们其他人就不懂。所以你们要去听一下，下次我们才可以一起。星期六的，你们都知道答案了，你们还是不要一起。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星期六的。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有很难吗？不好意思，我比较喜欢强迫人。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因为我想今天有很多新朋友，就是自我介绍一下好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屁雅吴贝雅。谢谢。对，不要参选总统的意思，所以不用这样，没关系。好，然后我是一个弹唱创作歌手，就是跟许书豪一样唱自己写的歌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大家知道这个世道蛮困难的，所以今天我自己成立了我自己的公司，就叫做吴贝雅工作室有限公司。非常简明有力。对对对，然后接下来就是还是会继续以这个模式继续往前努力这样子。对，所以如果你们感觉到我在命令，绝对不要觉得很奇怪，因为我是一个老板，好吗？感受到了吗，黄二 C 的朋友们？拍手是刚开心的意思吗？好，所以今天是星期六的。好，侧边的朋友，不要以为我没有看到你们。星期六的。哦，比较微弱一点。好好，来楼梯的朋友，星期六的。哎，这个年龄层听起来偏大。非常赞，就是年纪大就是要多运动。好，大家一起来，星期六的。星期六的晚上你想要做什么？喝酒是不是？跟我一样是不是？醉醺醺的是不是？星期六的晚上，把霓虹灯点亮。
光总是过得特别快，蒂亚的最后一首歌要来了。只有两个人哈，后面还有很精彩的表演，所以大家记得要留下来，给点别人面子好吗？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今天很开心认识大家，黄二 C 的朋友们，你们还活着吗？或者的话，给我一点声音。耶，黄三 D 的朋友们，有点远的哈，略过你们。来看台剧的朋友们，耶，右边楼梯区的朋友们，哎，果然年纪偏大啊，很棒很棒，对对对，那个大家要记得礼让长者好吗？有椅子的话，好好。摇滚区的朋友。今天很开心，谢谢大家，就是可以接受我这种雷肖维，你们还开心吗？开心，太好了。那我如果选总统，你们会投我吗？会，这样好吗？不要欧北来。好，接下来这首歌，我只是一个喜欢唱歌、喜欢喝酒的人而已。这首歌叫做《一杯冰啤酒》。来到一个很稳定。
捷运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？很干净。捷运的干净真的是有很多人共同维护的耶。对对对。对啊，除了清洁人员之外，还有我们大家，我们都很遵守，就是在捷运里面不可以喝饮料跟吃东西。对，很厉害。不然会被罚钱。对。怎样还是要被约束一下。是是是。对，所以呢，捷运有这么棒的环境，真的是有赖于这些清洁人员好，大家共同的维持。对啊，那说真的，你们创作歌手一定内心是要这么多吗？还可以，还可以。我刚刚想说，哇，你在上面那一人分饰了五角，大概有吧？一个人表演就是这么心酸啊！可是我们看得很爽，对不对？ Yeah! 好，所以请大家支持《恋爱太危险》。清醒吗？有吗？怎么？我觉得你们有一点醉醺醺的感觉。哇，原来歌曲有这样的魔力，我都有一点。